好，来算来看这个台中市的前局长张宏仁，一家口啊四个人，长期吃中药严重毒。这个开这个药啊的中医诊所院长李世明先生讲，伊有共掺禁药注射。早前有一种八宝姜黄散，只要囡仔吵闹不安，吃一束啊就会当安神。内底都是有掺这种的注射，这个口服的注射真的发生到水银中毒，那是吃过量，甚至会损害到咱的神经系统。民国1994年就禁止提来用药。但是就算讲真正甲放入去药粉啊内底，一般的民众嘛看袂出来。所以中医师提醒大家，这个看中医，不管是健保，也则是自费，一定爱会记哩摕药单，安尼才知影咱食啥物款的药粉啊，嘛较袂去食到禁药。半暝啊，囡仔妹妹好，赶紧摕出八宝姜黄散，让你安心好困。但是内底成分注射，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健康。咱来听中医师安怎讲。它都有镇静安神的作用，让小孩子不哭闹。不过这个朱砂呢，因为它本身是硫化汞，那你加热以后就会产生汞，所以产生很大的毒性。不过在1994年的时候呢，政府都已经禁用。不管是消灾机或开工点睛，也是玻璃金榜题名的点榜，朱砂这种天然的矿物，自古以来有玻璃平安、保顺利、芳香化解的作用，但是就是无保健康。医师提出讲，看中医，不管是自费还是健保，药单一定要看。你有这些药单呢？啊，在求医的时候呢，可能有一个就是服药后的一个变化，或者它是经过什么样的治疗的一个证明呢？就是至少都知道服用的药物，那比较好做后续的处理。所以讲，要保平安、保健康，买保管了好你的药单。